我感觉无啥物大毛病啦，即马上着膝盖啦，会滑会行路。我着甲辅助讲，保庇华会行去看保障路。嘿嘿，真是我疼，我拢用高即个超音波，打咧较袂疼。较早是讲哦，听的师傅拢是伫救济人哦，是讲阮咱家己个人也无法度救济，甲师傅斗帮忙啦。师傅是有替阮去帮忙人啦。啊，但是做到即摆来煞变是为了天公来你做，为了无聊啦，多时间啦，即摆毋好拢讲要替师傅做，即摆拢做家己天公的，来做较天公啦。啊，这时间来遮做环保，还佫下昼长茶食，我下昼免煮饭啊。我做三位咧，实在偌济啊！你去啥？该问去大同，该问大同，我做我做阿英啦，大家麻烦。是啊，都阿妈，大家拢叫阿妈。我下昼做较，每一日下昼做几工都好啊，无求啥，求做我。我每一日会行来做几工都好啊。我们的90岁阿嬷的心愿，她呢爱求佛祖，无求啥货，干那求要行到环保站，天天能都能走到环保站，走环保，真呢都是我们自公的心愿，不求其他，只求能做环保。3年好，我是秋英，吼，好你有3年你的智慧，吼来做这个环保站，好阮这些退休的中年人，只有一寡老人有一个技术，吼，大家安尼见面讲一句，头都感觉足有精神，自己拍拼落，吼。阮是树林新光环保站的志工代表。在这个环保站有3位90岁左右，以及10通系80岁左右的菩萨，每天在这做环保、听法宝，心情足好的，无烦恼。所以这是一个足好的乐龄场所。咱的感情真好，啊，有这种感情就是爱互相照顾，啊，互相分享，啊，感恩上人。我们这些老大人有所在用做环保，有伴通开讲话家常，我们做对的事情，不只说我们身体好，头脑也比较不退化，我们专心投入这环保的事业，每天都生活在这快乐的中间，人人充满了感恩啊！利用因的生命，他们听到一句话，他们可以呢，把人生的哲学都拿出来应用。可爱的，这都是呢，要如何生在人间呐、啊？用爱心，父爱，不只是呢自己如数，还要呢自己用体力。去为地球，为了气候，他们一个总结呢，一个念头。师父讲的，咱做都对啦。为着爱子孙、顾地球，做都对啦，就是做都对啦。这种信念、坚决，相信师父讲的，就是安尼做，因为感觉。就快乐哟，总是呢，这么小小的心愿，也可以到了联合国，在这样气象的这极端呐、啊，联合国多少国家汇合在那里，就是为这样的问题，气候变迁、环保问题。环保回收，我们已经展示出来，还在把菩萨呢，老菩萨的生态环保也搬到
联合国的大会去，他们还提一个呢，他说我们的老菩萨，我们的老人家只是呢他们呢师父给大家呢开启了一个50年的数量保障，大家呢提起精神，高早会当作40岁的精神，80岁当作30岁的精神。在整个的活动推动里面，不管是商家业者也好，政治代表也好，政府代表也好，民间团体代表也好，都是回归到人的一念心，他的这一份心就是爱，怎么样用爱的力量来带动。所以我们也有机会在现场分享到上人的寿量保障，对于这些长者，他虽然年纪大了，可是他的经验传承用爱的一个观念来带动。Yesterday, I visited your booth, Tulsi.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kind of work they are doing in the community. And today, I attended their press conference. I love the quote they are sharing. There's no one I cannot love, there's no one I cannot forgive, and there's no one I cannot trust. That's a good, good thing. So I'm going to keep that in mind. The people in the meeting are feeling...好不可思议哦，见证到了老人家呢很有力量，也很有精神，环保做得这么好，所以有影像啦，有真实人啦，也有真实物啦，这一一呢在联合国这样把你奠基出来，真是哦很感恩，也是很感动，是多啦。咱即马全球16个国家慈济人呐、啊，去开拓这样的环保，这都是在联合国展示出来。这个精神一滴呢，搞16个国家就是安尼，这总是吼。不做了就可以有带动，只要我们诚用诚实的心无私的爱，就可以呢披覆到天下，一一信息传出去，那一一呢都各有所用，很感恩，是真多啊。时间总是分秒不断的过去，看到了老人家呢，菩萨们天天都很感动，要回归到了，期盼很高，如何净化人心？好像距离还是有一大段的距离，在联合国看到的，要共事，人人都顾及到自己的利益。不愿意共事，也不愿意共行，那就在整个地球呢，实在是就陷入在危机中，很感慨，所以要有期盼，有期待，总是会有失望。但愿呐、啊，后面还有几天，希望把这样的分析更清楚。是否能把这样的共知共事呢 ？Q 卡等于这里哈，那是否有一丝的希望呢？唉，总是呢，无法度咱就是做人也哈，一切都是呢，把我们的这个转世层次，咱来认识现在的形态。咱的身体力行呢，成为咱的慧命的亮点，这呢就是我们的努力哈。好，感恩呐、啊，人间事多啦，愿大家呢共知共事，要不然天下很多很多的灾情
那美国呢火灾啦，我们继续在做救灾的工作等等啦，这已经放到了这六七千火气啊，还要再继续。南北家呢，我们都已经陆陆续续呢在发放中，啊，富有的国家也是少不了呢人道精神的投入，感恩大家用爱付出，记得这咱大爱的新闻一定要看，看了以后呢，也传播给其他人，也呼吁人人都看大爱的新闻与节目，感恩啊。